小丑派出的坏蛋尽数都被两位蜘蛛侠打败，现在两位蜘蛛侠来到了小丑的面前，小丑在扇了蜘蛛侠一个耳光之后，这才发现了身后的两名蜘蛛侠，紧接着他便派出了毒液，毒液刷的一下就来到了黑色蜘蛛侠的身后，踢了黑色蜘蛛侠一脚，红色蜘蛛侠也险些没受住。毒液被打败了，接下来就轮到小丑了。小丑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不过他在离开之前居然扇了蜘蛛侠一个耳光。小丑这事做得也太不地道了吧，这位蜘蛛侠可是个女孩子呢。跪在地上的蜘蛛侠暗自发誓，下次见到小丑一定要狠狠地赏他几个大耳光。